貌兼具的他是内心深藏阴影的整形医师，高中肄业的他是黑道家族的养子。그리고살릴수있다도싫어요사람죽고사는데끼어들기싫다고요너꼬리한테죽게생겼잖아悬殊的背景形成两人难以跨越的爱情门槛。11月20日晚间11点，未来戏剧台恋人。